最近呢，本地在国外，也是教到一些弟子，都是比较有波罗蜜的，也很有才干的。然后呢，根据有一个共同点呢，虽然每个修行能够修的人，他们都有不同的个性，有些时候个性的差异可以是蛮大。但是有人问我，师父啊，修得好的有好的修行的人，有什么共同点吗？或者有什么特殊的特征吗？我在想想，那时候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讲哪一个特征？然后我看到的，我马上心里就闪过那些都是修到就是禅师啊，或者是可以真正能修的。我看到一个贯穿，人可以有千万种，他是贯穿所有能够修戒定慧的人呢，他们的心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很真，很真。这个特点很特别。就是说我很少会看到人家，如果是想真正的有材料的，他会很虚假啦，或什么，他的心就是很真，他可以有缺点，但是他很真。所以回想起来就是，然后呢，觉得这个真心很重要。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真心。基本上呢，真心就是把所有的那些不真实的层面拿掉。比如说有些时候因为我们的我慢阻碍一个人很不能够如实的去看待事物啊，这也是很麻烦。所以因为我慢，如果是被批评啊被纠正的时候，因为我慢心就这样那样这样那样啊，就很麻烦。但是呢，如果心很真啊，就很如实嘛，哦是啊，我错了啊，错了就错了，就说回就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很真的人呢，都有一种很如实的心态，很如实的心态。所以根据我观察就是这样子，很真，然后呢很诚恳，很诚恳。当然也有一些人说啊，这个修行人修到好的这样那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所知道的就是，如果是实实在在能够修定的人修，他们的心都很真，这是很重要。第二个特征呢，就是相对于一般的人呢，能修的人是比较无私的，比较无我的，比较不介意吃一点亏，比较不会计较一点小小的事。然后呢，这是第二点，比较无私，比较无我，不会什么东西就是从自己角度想东西，不会，就是比较无我，比较能够奉献，比较不怕吃亏，比较不怕多做多干多苦多受苦啊，不会。这是这另一个特征。所以特别是缅甸的时候，我看到有些他们被干扰就被干扰了，干扰了还又再来又再做过，定力掉了也不会再埋怨啊，就再来用功就再来啊，这也是一种很真的一种无私无我的一种表现，很真。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我看到整体来说啦，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会很大气，当然但是基本上呢，能修得好的，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直都会记得自己的目标，我的目标就是要了生脱死。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特点，很记得，他不会因为这个那个迷失，他不容易迷失，不会因为啊人家对他好啊什么，他就很记得他要的是了生脱死。所以他的目的明确，会通常会比较清楚啊，就比较清楚，这是一点哦。所以回到来，如果大家想要修得好，那么呢，其实这种修行好的，他的那种品格，我们也要学习。还有一点呢，就是比较放得下，过了就过了，比较放得下，这些也是一种品质，修行好，比较真，比较无我，比较记得自己的目标，然后也比较放得下。不会一直把一大堆的垃圾硬硬的抱在心里，然后这样子他们都比较能够修。基本上我看到的都是这几个特点。
这样吗？那其他的在这几个特点之内，以及让我就看到很多很多种类的人，这样的人也有，那样的人也有，这样的人都有。那可以有很多习气，可以有很多毛病，有些时候当然最好的就是比较圆满了，也不要有这样的习气，也不要这样的毛病，那更加能够启发到别人来学法。但是不管怎样糟糕，它都有一些底线。所以在我们这个宝经里面讲，就是他们如果做错了，他们不会欺骗说他没有做错，就很如实的。所以这个诚实是修得好的人的那个共同的特点，共同的特点。然后呢，他们通常呢比较能修的人，也不会每天闲工去找人家批判人家，他们会比较看自己的，多观察自己，多修自己，常常衡量别人，观察别人的，后来我根据我们的观察都很难修。有些时候他们可以很优秀，可以很有美德，但是因为天天活在衡量别人、批评别人、挑别人的问题，所以造下一大堆的业。有些时候自己都没有实心实去照顾自己，这个要记得。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安心的修法，好好的服务。不管你在哪一个岗位上服务也好，修法也好，全心全意，一个无私无我的真心去把你的岗位上的任务做好，服务的时候就好好的服务。所以不管你当时做什么，做的时候就好好的把它做好来，这样子。好，那么呢，希望大家通过这个法的力量和修行，大家都能够在戒定慧上成长，都能够消除贪嗔痴，能成就止禅观禅。愿大家的善行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愿大家都能够提升圣道，圣果涅槃，从生死轮回中得到解脱。